好啦，翻返嚟，希望大家帮下手，点赞、订阅同分享下。嗱，而家讲下即系香港掂个碌蔗嘅嘢啦。嗱，而家翻返去施政报告啦，当然系吓，因为2022年嘅施政报告咧就讲到即系香港有好多嘢都系第一咁样。咁究竟系唔系咧？而家仲系嗱，点解一定要讲啊？即系有啲嘢，喂，系最劲噶香港啊，世界第一噶，一直都咁。其实有些第一咧，唔系真系第一嚟嘅，即系我都一定要讲翻清楚。其实香港咧，而家一定要认清自己咧，有好多嘢唔系真系第一。首先我要讲啊，施政报告里边，佢李家超佢就提到啦，嗱，第一样咧，即系呢个就系香港嘅经济啊，系一个外向型经济，一定要向外发展，要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。说出真实的香港好故事，令世界看到香港的光芒。近排最新的新闻跟香港有关就是国安公署又去斗这个，这个在外国的新闻都有的，这个罗冠聪的亲人，这个真的有的，不是讲笑的。你打 Nathan Law 去 Google， 你就会看到，又有消息讲啊呢、这个罗冠聪啦，嗱、这、呢个你结果又系嗱，即系呢个我都不厌其详咁样讲，又系送子弹俾人，又系送子弹俾人，咁你话冇问题噶，送子弹俾人都得噶，点解唔得啊？咁即系其实有啲人系老实实，你咁样做咧系摆烂，嗱每一次出现呢啲咁嘅嘢，你系咪真系可以说到香港故事？真系见到香港嘅光芒？喂，老实实唔系，每一次你去揾人哋啲亲戚，佢又系有其他嘢噶，啊嗱，许志峰嗰啲又系有其他，每一次都系有呢啲噶啦，啊嗱，所以好老实讲，因为呢啲真系大 L 王，啊嗱，今日天下第一爷就话，今日臭孙唔得闲要。听重播吓，见到主题就噏两句。香港真系掂个碌蔗，连房屋署署长都走去追星。呢、这个阿姐咧就系以前运输署嗰阿姐嚟嘅，而家走咗去房屋署嗰度，仲要觉得好过瘾咁啊！直记不讳够坚嗱，即系有啲嘢嗱，我都讲你话拉人嗰啲应唔应该拉啊？即系国安嗰啲应唔应该拉人？咁拉人系啱嘅，系冇错嘅，但系。即系每一次有消息讲话，喂，又揾佢倾偈咯，呢啲系咪好消息啊？有啲人梗系觉得好消息啦，冇所谓，诶、哎，正啊，好啊，点啊，掂个碌蔗啊？喂，有咩好消息啊？呢啲即系喺我嘅角度，对唔住啊，我唔系我讲错咗，唔系罗冠聪系许志峰个外父啊，呢、这个今次系许志峰，即系踢去啊！呢、这个我记错咗佢，我记错咗，因为我其实睇咗新闻喺外国嘅报纸度睇到啊啊！你喂又搞呢啲嘅，点解咁唔 Q 知？佢又上澳洲电视节目噶啦，好快就呢、这个踢去系啊！嗱，我讲样嘢俾大家听，即系你每一次去高调去揾嗰啲人，其实证明咗乜嘢嘢？你冇办法拉到嗰八大扣咯，其实就系、是。个现实就系你每一次做呢啲动作，都系话俾人听你系拉唔到嗰八条友。咁啊，点解要明明都你都拉唔到嗰八条友噶啦？你都知道啊，其实你都冇办法喺人哋嗰啲地方度拉佢，亦都冇引导。咁你点解仲要即系咁高调去揾人哋屋企人呢？有冇必要咁样做啊？嗱，有啲人梗系好开心啊，见到哎呀！即系大镬啊！俾带翻到去警署啊，乜乜乜乜咁样。你每一次做呢啲嘢咧，你都好难再讲好香港故事啊！你都好难再话俾人听，你香港同未有国安法之前系一 Q 样啊，一样咁自由啊！你依家根本就话俾人听，根本你而家就同以前唔同啊！嗱，咁。Wing 次样就话应该通缉令，即系叫其他市民唔好以身试法，即系
通緝令係出咗係冇問題嘅，我都要講。但係你有冇必要話我要用100萬去懸紅啊？咁樣跟住啲屋村又貼佢哋啲樣出嚟。哦，屋村貼啲樣係等啲市民唔好學啫。邊個會學啫？其實好老實講啊，邊個會學佢哋咁樣？即係學呢個許智峯啊，學呢個羅冠聰去做嗰啲嘢。佢哋搞港獨喎、啊，人人都唔會做噶啦。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嗱 ，Connie Chan 就話。许癫疯啊！喺澳洲唔知几风骚，又可以大做文章。佢每一次佢啲屋企人啊，俾人搞啊，佢俾人悬红啊，佢哋就上电视噶啦。有机会我都讲过好多次，你每一镬都系咁。而家又系搞，哦唔系啊，追缉到底啊！咩啊？港人港地都咁讲啦，追缉到底系啱噶吓。诶、啊哎，你老尾带走你外父外母，带走你大舅，你老尾即系其实呢啲嘢咧。又是黐 Q 线，点解我话呢啲系黐 Q 线咧？就系许智峰佢自己犯法，你捉佢老婆都唔得啦，啱唔啱啊？佢犯法啫嘛，你有冇证据话佢老婆都犯法啦？如果你冇证据话佢老婆犯法，你带佢外父外母，带佢大舅走有咩用啊？咪多拿鱼啊？呢啲系吓嗱，咁啊，大懒人就话喺 Adelaide Advertisers。报纸嗰度，嗱呢个系阿底雷特，即系佢喺南澳嘅，咁佢喺南澳嘅最大份报纸啦，Adelaide Advertisers 就系佢成版报道佢系新晋律政精英，佢仲洋洋得意，佢又嚟过一次噶啦，我话俾你听，林丁丁就话不过人哋系有心搞你香港嘅，咁系人哋系有心搞你香港啊，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你自己又送弹药俾人啫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啊？嗱、啊，即系你话呢啲，嗱、啊、你话哦唔系啊 ，E T 讲噶，嗱而家讲下 E T 啊，支援罪犯，特别定性为恐怖分子，国安有关联。如果喺澳洲，可以无条件扣14日先放人。啊，美国中入国会搞事，咪判20年。系啊，系真噶、哦，系嗰个人啊嘛，系嗰个人啊嘛。你有冇听过话？喂，美国中入国会搞事嗰啲人，嗰啲屋企人？俾人传咗去问话，有冇听过呢啲啊？吓，跟住仲要当好消息咁报。其实讲真，你嗰啲咩港人港地嗰啲，喂，讲真有啲嘢你见到都算 Q 数啦，你唔好出声啦。即系讲真，你咪拉咪拉咯，咪先啊？嗱，咁Antonio 就话可能为咗断佢香港财路，你讲真，你断佢香港财路，你使乜揾人啊？唔俾佢赚钱过去已经得啦。啱唔啱啊？嗱，咁丁丁就话问话啫，又唔系捉咁样。嗱，咁 Wing Hong Lee 就话国安警寻日带走许智峰外父外母，大舅调查有冇金钱来往。嗱，即系咁讲啊，你有证据系话佢系支持佢犯罪啊嘛？梅拉就话我真系好怀疑，每次咁高调行动系助佢哋提升知名度，唔系净系你有怀疑，我都有怀疑啊。喂，你点样讲好件事啊？喂，掂个碌借啊！而家真系吓、啊，喂，其实有啲嘢，喂，你香港而家，哦，唔系啊，我搞一带一路噶啦，冇问题。而家一带一路峰会搞紧啊，我又讲得掂吓，喺、啊、湾仔嗰度会展，而家一带一路峰会好乸掂咁样。系啊，你系要对外啊，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净系对一带一路够唔够用啊？吓、啊，即系你系外向型经济，你承认咗噶啦，一定要向外发展。嗱、啊，我咪向外发展咯，而家咪一带一路咯。啊！外部勢力啊，不时对国家抹黑造谣啊！啊，国际形政治环境复杂啊，歪曲香港嘅情况。而家人哋唔使歪曲嘅，好老实讲，人哋照样报道你做乜嘢，冇需要歪曲。你照样报道你做紧乜？喂，你可唔可以令世界睇到香港嘅光芒？你自己谂下，我都费 Q 事讲啊，有啲嘢真系嗱，咁佢就话。嗱，我哋要向世界宣扬香港嘅优势、成就同埋机遇。嗱，呢个喺施政报告嗰度讲啊，讲出香港系令人实现梦想嘅一个好地方，讲出香港嘅事实。啊，扑街啦，吓！嗱，咁 Terry Chan 就话调查系寻找证据嘅过程，咁调查系咪一定要请人去调查嘅咧？你有冇金钱来往？点解唔系查佢户口嘅咧？我想问一下呢啲啊，有啲嘢我唔明啊，
真係好唔明啊！金錢來往好簡單嘅，其實有啲嘢你封 Q 咗佢户口嗱，跟住問銀行攞佢户口資料有冇過錢，啱唔啱啊？喂，你問佢有冇過錢啊？請佢翻嚟，你有冇過錢俾許志峰係咪？喂，你唔使揾佢問話，你都係揾到佢有冇過錢俾許志峰噶嘛？啱唔啱啊？嗱，湛先生就話其實公民有義務協助調查，咁當然係，當然係啦。嗱，我冇話呢樣嘢係錯啊，協助調查係啱嘅嚇，但係啲人會有聯想噶嘛？但係你明明有好多嘢，你根本唔需要咁樣做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個事實就係，如果你要查佢，因為而家講啊，其實 Wing Hong 呢佢就係根據新聞講翻，就係話查佢有冇金錢來往。查人有冇金錢來往係唔需要攞揾人去問話嘅，其實從來都係嚇、啊。我真係講句真話俾你聽嚇。阿、威就話嚇、真正想捉咧就會好低調去查嘅嚇、只有想。即系放生啊，先放生佢哋啊，先会即系到处讲咧，我要捉你啊！大家明白啊？嗱，咁 Karen Chan 就话应该唔使问，理论应该已经 track 紧噶啦。当年咧，许志峰俾人冻过户口，你如果记得呢啲嘢，你就知道根本有啲嘢好似睇上嚟真系多嚿鱼啊！啊！Terry Chan 就话当中嘅刑侦技术，社长未必了解。个问题就系你要去逗人啫咩？而家系即系你逼佢讲嘢啫嘛。但系个事实就系，如果你有证据啊，一早喺银行嗰度攞咗出嚟啊，你就知道佢搞乜 Q 噶啦，啱唔啱啊？嗱 ，Keith Young 就话又要讲一次，回归磊落时代啊，捉唔到大贼，揾两件道友咧就填数啊。再大锣大鼓话破咗案，咁啊成为咧全世界破率最高嘅城市啊！林佩斯汪就话有过都查唔到，可以好多转接，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有转接都系查到嘅，你跟踪啲钱噶嘛可以，即系你话刑侦嗰度，唉，即系好老实讲，你斗个人啊，而家有冇实际作用啊？你可唔可以拉到许志峰啊？个问题系你拉唔拉到佢？你有冇真系拘捕嗰協助調查嗰兩個人？即系佢外父外母同埋佢個大舅，你咪真系拉咗佢？而家唔系拉佢，而家接受調查嘛？你都識講啦。其實大家都知道，你接受調查嘛，係嘛？喂，有刑偵技巧喺入邊噶，你唔識咋咁樣？我就唔會理佢有咩刑偵技巧嘅，我就係知道你個效果咧，就出到嚟咧，就又幫呢個許志峰套光環啫。呢個係實際嘅嚇。个事实就系你根本就系又再套一个光环落去，啱唔啱啊？嗱，即系你再套一个光环，又系俾佢澳洲呃饭食，仲扑街啊！你话点样讲出香港事实，咪讲出嚟咯？人哋事实就系讲嗱，事实系咩？香港系自由开放，同内地同埋世界接轨嘅国际大都会啊！香港极具竞争力。你而家聽翻轉頭咧，就呢個係2022年施政報告啊，啊係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啊，有唔少世界第一嘅成就，係全球第一自由經濟體。嗱，根據唔同地方都有排，唔同即係排名係有嘅，有啲就話新加坡係第一嘅，而家不過都香港都算係好好嘅啦，呢個係。但係咧，你係全球第一嘅自由經濟體咧就。即係好老實講，你就搞到咧，而家你睇下問下駱駝七嗰度啲人，你係唔係即係第一自由經濟體啦？嚇嗱咁啊嗱誒，四阿謙就話要製造到佢眾叛親離嗱，即係你文明執法咧，你係唔應該整到人哋眾叛親離嘅。真係好老實講，即係你俾人嘅感覺就係而家你連坐緊人哋。文明社會係冇連坐法嘅，即係我都唔怕講啊！嗱，
嗱，咁啊，大懒人就话可能国安觉得做好过唔做啊，所以要问佢哋话咁样。嗱，咁弊如家人就话通缉犯又吓又可以再上一层楼咁样。嗱，咁啊，你哋中意点就点啦，即系我都讲，我哋话我搵唔到证据，咪证明佢清白。你搵佢调查，好简单啫，你唔告佢，咁即系点啊？嗱，即系你到最后唔告佢，其实即系佢唔关事嘅，即系。有刑侦技巧嘅里边咁，系啊，有刑侦技巧，系啊，系有刑侦技巧都唔系随便揾个人民啦，啱唔啱啊？你问完之后佢帮佢套一大堆光环啦，结果系嘛？嗱，即系有啲嘢你好简单嘅，即系我都讲，你问唔问佢话佢都系众叛亲离噶啦，即系好似 Karen Chan 讲，喂，你唔使制造佢都系众叛亲离，佢走咗去澳洲噶啦嘛，系咪啊？啱唔啱啊？嗱，条友太就话香港政府做事好似唔睇世界大局，唔系啊，佢话佢睇噶，佢话国际政治环境错综复杂，外部势力不时刻意对国家抹黑造谣，歪曲香港嘅情况。喂，你制造机会俾人做呢啲嘢啊？而家系，其实我其实当然知道，梗系唔系连坐啦。但系人哋而家佢只要如实报道嘅啫，话喂请咗佢翻去访问，唔系询问啊？喂，你自己就会联想到系连坐噶啦，啲人一睇到呢啲新闻，屌你呢个地方喂有连坐法嘅冚家铲，嗱呢个要加个警告先，加个警告可能会有粗口啊，呢个而家预先预警。Maverick Wong 就话猪肉佬条片又可以无限 loop， 嗱啲咩猪肉佬条片咧 ？Maverick Wong 讲嘅咧就系逃犯修订条例。喂，点解搞逃犯修订条例啊？啊！就系、是、送终啊，要吓、啊，即系要诶、个猪肉佬得罪人啊，就要送终啊，跟住个猪肉佬咧就送咗翻大陆吓吓人。其实而家个情况咧就系、是，唔系啊，而家咩啊走咗佬嘛，咁佢留喺香港嗰啲人，我哋全部都要捉去问话噶啦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先啊？嗱，正向 Angel 有咧，国安只系扮做嘢，但系柒到帮佢宣传。其实个问题咧就系咁嘅，其实件事你只要抽离啲去睇，你唔好当系香港本位咁去睇，你就知噶啦。因为而家讲紧系国际啊嘛，你要讲好香港故事，话俾国际有人听，香港唔系扑街啊嘛，香港系好啊嘛，香港系自由开放啊嘛，系咪啊？国际大都会啊嘛，啱唔啱先？嗱，而家个现实咧就系你咁样每一次做呢啲嘢，其实我之前每一次佢哋咁样拉人，我都讲噶。喂，你每一次咁样拉咧，你要啲人讲好香港故事咧，好狗难噶，做唔到嘅个现实系。嗱，丁丁就话以前林太咧就俾人老屈，而家咧就送莲子咧俾人系咁射，佢而家根本系乱 Q 咁嚟嘅，即系嗱，当然有啲人唔系咁睇啦，即系好似 Terry Chan 咁，佢觉得喂唔系喎，有刑侦技巧。我唔否认咧呢啲嘢咧，你去大人去问话咧系有刑侦技巧系一定有，但系你。要執佢手照咧，有冇俾錢許志峰咧？你係有辦法從即係嗰啲金融機構嗰度獲得一啲即係資料嘅。譬如佢攞一啲錢去買加密幣，即係佢有可能係攞一啲錢去加密幣噶嘛？即係你即係佢投資加密幣啊嗰啲。咁嗰啲咧，你就有啲嘢你直情可以將個案情部分嘢就講出嚟添，係嘛？嗱，咁啊嗱。点解会逆向做咁多测试？咁啊 ，Johnny Wong 又问呢个问题，我都唔知道啊，即系我都唔 Q 知道系咁，唔知点知道你系咁。但其实香港而家系咪世界第一？有啲嘢真系唔好再认世界第一啦。世界第一自由经济体，嗱、呢个可能真系嘅。第二嗰个你真系唔好再认啊！即系嗱，全球企业营商环境排名第一，呢、这个其实已经唔系啦。呢、这个已经真系唔系，已经改咗啦。好啦。跟住仲有就系全球第一国际航空货运量城市，呢、这个数系假嘅。点解呢？因为香港其实咧就包埋国内，因为香港国内运货咧其实都系国际机场嗰度运嘅，条数冇分开嘅，即系去中国大陆嗰啲货运量系冇分开嘅。呢啲数咧唔计得落去噶啦，你政治唔正確嘅，其实有啲数系，即系好老实讲，佢而家计你。冇錯，啲排名嗰啲係咁計嚇，但係其實有啲嘢你要認清咗個問題咧，你先知道個問題喺邊度啊。
冇錯，個數字係好靚仔嘅，但係你諗下香港啲政棍曾經做過乜嘢嘢？國泰嚇唔得，要停飛嚇、啊，完全封咗佢，唔准運貨啊！其實呢啲嘢言猶在耳嘅，2021年、2022年不斷有政棍講呢啲嘅。啊，國泰輸入病毒嚇，唔好再俾佢飛。喂，呢一個。即係全球第一呢，如果俾啲政棍搞呢就冇咗㗎喇，真係政府聽啲政棍講就冇 Q 咗㗎喇。嗱咁 Terry Chan 就話找罪犯身邊人調查比較通常做法。唉，個罪犯逃走咗，你冇引渡條例捉到佢㗎喇。你係冇辦法捉到佢㗎。佢走撚咗㗎喇。讲几多次你先明啊？嗰八大扣全部走捻晒嘅，即系我都唔想捻想讲粗口讲啊呢单嘢，因为讲到实在太捻嬲啦！屌你老尾，你仲系唔捻明？我系要，我、哦、要 你去斗佢，你可唔可以捉到许志峰？我问你，你去斗佢屋企人，我用刑侦手法去调查佢老母、老豆、外母、外父、大扣全捻部捉捻晒去调查，可唔可以捉捻到许志峰？我就问你呢个问题啫，你系捉捻唔到佢，佢嗰八条友啊，嗰八大扣，即系好似之前啊，你老尾袁公仪嗰度，我都好捻憎袁公仪，我话俾你听，袁公仪系扑街唔家产中嘅扑街唔家产，但系你揾佢前妻、前妻啲仔女同前妻生嗰啲仔女，你咁样做可以捉鸠到袁公仪咩？我用刑侦技巧逼佢翻嚟香港咁。屌你老尾，即系呢捻呢啲嘢，你系冇捻常识先会咁讲嘅。唔好意思，因为我唔系想屌鸠人。个事实就系、是，你老尾，你睇下国内点捻样做？1989年，好似正向 Angel 讲啊，佢哋够有人走捻咗啦。有冇去出高调啊？我哋100万通缉呢八条友啊，民运分子通缉佢老母。通缉佢老豆，捉佢老豆老母嚟审，隔几日就捉，跟住媒体又喺度大肆报道，有冇咁嘅嘢？你自己谂下，你睇有冇咁样做？你老尾即系你呢啲真系好捻好笑嘅，真系即系话，哎，佢有刑侦，对唔住，我唔系想针对你讲嘅嘢。刑侦技巧是调查佢噶啦，调查佢老豆，调查佢老母，调查佢外母，调查佢大舅，啊，有乜捻嘢实质嘅用途？有乜捻嘢实质作用？啊，喂，大陆都唔会咁做啊，你老尾，内地都唔会咁样样做噶，即系呢啲你俾人嘅感觉好差啊嘛，唔系话佢做错啊。系个观感好捻差，屌你老尾！你个观感差到一个点咧，就系你冇可能讲好香港故事嘅喺呢个咁样嘅情况下，你喺度鸠噏嘅啫，人哋当你啊喂自由开放吓，内地同世界接轨，内地都唔会做嘅，你啊喺香港喺度系一捻咁做啊嗱，即系其实。Terry Chan 就话暴露罪犯犯罪史冇问题，两样嘢嚟噶，同你讲紧嘅嘢系两样嘢嚟噶。佢犯罪嗰啲嘢，佢系有问题，你可以公示佢，你可以拉柒佢，你可以通缉佢，呢个系冇问题嘅，系人都知道。你可以公示佢，但系有冇其他作用啊？佢走捻咗啦，八条友走柒咗噶啦。冇引导乜柒都拉唔到噶你，唔系，我要话俾人听啊，佢哋八条友走柒咗，我哋都可以有机会搞到佢屋企人嘅咁。而家系咪咁样做先？如果你系咁样做，你个目标系咁样嘅，咁你咪成功咗咯，啱唔啱啊？嗱，即系有啲嘢其实佢自己一个人做嘅嘢，佢系要负责嘅。你话我唔系。我肯勾定
佢外父外母咧就有过钱俾佢嘅，我肯定佢大舅有过钱俾佢。如果系有啊，就系、是、拘捕佢啦，唔系协助调查啦，啱唔啱啊？啊唔系啊，我调查完之后先知道佢冇咋，所以佢咪净系协助调查咯，咪清白咯，咪唔使告鸠佢咯。喂，你谂真啲啦，你做呢啲嘢，你咪戆鸠到无极限啊！嗱，我就系村委书记老豆啦，佢就讲吴以开希早几年咧想翻大陆，去到澳门咧都唔捻俾佢入境嘅，吓、啊。嗱，即系咁讲，你话小安无操咁样，嗱，即系好坦白讲，嗱，你可以贴白佢白板，即系 Karen Chan 讲得啱嘅，但系你即系同佢屋企人经倾偈，咁同即系用刑侦技巧去对付屋企人，啊，即系好似 Terry Chan 咁讲，咁你同和必及妻儿黄丝讲嘅嘢有咩分别啊？你冇差异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即系你。是亂 Q 咁嚟噶嘛？你話哦，佢冇所謂。你話我冇問題，做得啱咁。你話佢做得啱咪做得啱咯。但係人哋唔係咁睇啊嘛。我就話俾你聽，你認為佢係做得啱可以嘅，冇所謂。即係好我講道理咁同你講，冇所謂噶。但係你點樣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？你話哦，你老美國最重要嘅重點就係説好香港故事。你做呢啲嘢，你冇辦法説好香港故事嘅。我讲句真嘅话俾你听啦，即系有啲嘢你都要明白。嗱，你话哦，好似 E.T. 咁讲，少少交通意外，警方都有可能传召你去协助调查嘅。系啊，少少交通意外，而家唔系少少交通意外，而家系有个逃犯佢走 Q 咗，仲要走 Q 咗好耐啦。其实就走 Q 咗几年，你不时咧就问佢协助调查，吓、啊、咁你自己谂下有咩效果啦？你自己谂下啦，吓、啊。嗱 ，Terry Chan 又继续讲啦，走咗，唔代表唔可以继续调查嘅，调查咪调查咯，调查你一定要咁样咁高调去做噶嘛，啊，一定要咁 Q 高调噶咩？内地好多案件咪就系唔放弃咯，最终破案咯，你破乜捻嘢案啫？你根本就知道许志峰系逃犯嚟噶啦嘛，你而家谂办法引佢翻嚟啊嘛要。我而家啲人嘅联想就系咁样啊！哦，系啊，好似 Terry Chan 其实佢讲个潜台词咧，就系陷香港政府特区于不义嘅。点解咧？因为佢讲嘅嘢基本上咧就系话而家要搞到许志峰要自己翻翻嚟，我专登搞鸠佢屋企人噶啦，我系要逼佢翻嚟，搞到破案，我就锲而不舍，结果最终破案。你老尾而家系咪真系做到啊？讲嘢。即系你自己谂下啦，真系，唉，有啲好笑嘅，真系，你中意讲就讲啊，我冇捻所谓，真系讲啫。你话我咁样啱，乜柒都啱啊，咁 OK 啦。你话乜柒都啱就得啦。啊，你自己讲好香港故事佢啦，你自己留翻俾 Terry Chan 讲啊，冇问题啊，绝交对冇问题嘅，一定可以拉柒佢啊，一定斗佢屋企人咧，佢就会翻去救佢屋企人噶。屌你老尾啊！啊嗱，咁啊林啪啪对住国安重犯，吓使唔使咁多斯文啊？我真系觉得好捻好笑，你中意点讲啊点讲啊，我唔鸠理你，总之老老实实。嗱咁啊 ，E.Sharon 就话效果吓、啊、就系呢帮人啊。嗱，呢啲親戚嘅幫佢移埋民咯。嗱，唉，真係好新好笑嘅呢啲係。嗱，我就係村委書記老豆啦，佢就話：嗱，咁啊，其實呢啲搞政治運動嚇、啊，即係過十年八年咧，就係 low body 噶啦。啲九十後咧都冇人識八九班人啦，起唔到風浪。唉，有時我都～即系费卵事讲，你觉得冇问题咪冇问题咯，系咪先？啊 ，K T M 讲得啱啊！喂，你咁劲，不如捉佢本人翻嚟啦！成日捉人哋屋企人问又做唔到乜，俾人感觉好废。系啊，咪我锲而不舍咯，我不断喺度做咯。
唔系啊，呢啲你做咗有冇你有冇其他副作用先？啊？嗱，咁你话系咪太多粗口咧？我唔知道啊。啊，嗱，麦汪就话西方咧就会话你冇人权、冇法治连坐，咁啊俾人有机会话你咯。有乜所谓啊？冇所谓嘅，我哋就系我哋中国人话事，我哋中国人做中国人嘅嘢。啊，我哋讲好中国故事啊，你咪继续讲。人哋信唔信你先得噶，你可以讲任何嘢，你可以做任何嘢冇问题嘅。人哋信唔信你，到最后就系、是、人哋信唔信你？呢一样嘢你要答到都至得噶，你都答唔到呢啲嘢嘅，其实就啊，即系你黐鸠线嘅。其实而家有啲嘢根本就系、是，喂，唔系净系我讲啊，啲男司朋友都话喂。你搞乜撚嘢？有啲人梗唔係啦，有啲人都 Terry Chan 噶嘛，唔係啊，認清技巧一定屌佢老母噶啦，啊，屌佢屌埋佢外父外母啊，屌到佢塌皮，等佢翻香港。你老母，你真係做得到你就好，你做撚到啊？啊？屌你老尾，即係有啲嘢你搞乜撚嘢啊？啊？你自己睇下咩講好香港故事，搞乜柒啊？而家啊？有时真系火都嚟啫！你讲啊好啊，冇问题啊，七掂啦啊！香港讲好故事，掂个碌蔗啊，拉柒晒个七八条友，香港掂个碌蔗噶啦，喂，掂个碌卵就得啦！而家你老尾啊，嗱咁啊，林爸爸就话啦，请佢哋屋企人啊协助调查啫，又唔系拉咗佢哋啊，有几唔人权啊咁。啊，咁你自己讲得出就得啦，吓冇所谓啊，你可以唔鸠理人噶，啊，你如果系香港咧，净系做一样嘢嘅，国安为先，你做乜柒都得。香港一定要向外发展，向世界讲好香港故事啊，讲出真实嘅香港好故事。我话李家超讲噶，啊。嗱，外部勢力不時刻意對國家抹黑造謠，歪曲香港嘅情況。嗱，咁你就得啦，而家就得啦。嗱，我哋咧就專登請佢翻嚟，請杯咖啡佢飲嘅啫，冇嘢嘅，同佢哋見下面嘅啫，傾下偈嘅啫。有咩刑偵嗰啲技巧冇嘅，冇刑偵技巧，乜柒刑偵技巧都冇。我哋咧就絕對係請佢翻嚟文明問話嘅，好 Q 講人權，絕對冇錯啊，絕對冇錯嘅。嗱，咁林爸爸就话对住班国安犯，西方装捻晒监控啊，监控佢全家上下几代添啦，人哋唔会明面咁样做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你明唔捻明个道理啊，林爸爸啊，你明唔明个道理啊？我都冇话监控佢哋唔啱，我都冇话查佢哋唔啱，你唔好搞捻乱晒啦！即系你老尾，即系有时我真系嬲到不得了，你讲话喂。冇问题嘅，实做得嘅。喂，你点样讲得通先？有啲嘢你通唔通啊？有冇你通唔通啊？件事系啊，唔系啊，冇问题啊。我哋亮剑咋对佢哋啊？对佢屋企人亮剑咁啊？喂，你讲亮剑你都唔捻啱数啦。你话哦唔系啊，西方系查鸠佢，你查鸠佢唔系唔得，你梗系可以查佢啦。你去监听晒佢，梗系可以啦。你可以根据法例去做，去监听佢啦。呢啲系根据法例去做啊嘛。喂，唔系，而家去调查佢都系根据法例去做。喂，你要顾下嗰个观感先得噶，啱唔啱啊？喂，要讲好，你要睇下个观感先得噶。你明唔明啊？平静平安笑下算啦，我都唔捻笑，其实就吓吓。嗱，咁有人啦 ，Colonel H， 我明白你嘅意思系港府做咗啲系会俾外国媒体入，但系政府有冇做，外国都会照唱衰香港嘅咁。系啊，你而家可以本撇咯，咪做到尽咯，就系咁啫嘛。咪讲到尽咯，啊，讲到尽咯，啊，冇所谓噶，讲到尽 ，OK 啦咁。你中意话讲到尽都得，咁咪讲做到尽都得咯。啊，你唔好谂其他嘢啦，咁样我就讲，你咩其他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呢啲得天独厚优势啊！
即係內地龐大市場，都唔敢講西方啦，就話東盟啲龐大市場相連相通啊，世界領先金融中心啊，交投活躍嘅股票市場啊，講咗呢個交投活躍嘅股票市場之後，啲交投幾撚衰啊！啊，流動性龐大啊，獨立行使審判權嘅司法制度啊，全國唯一行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啊，唔乸使講咯，啊，冇所謂嘅，你覺得冇問題咪冇問題咯，我就話俾你聽，其實。有多人睇到呢啲逆向 PR 嚟嘅，呢啲系啊，即系个现实就系咁啦，吓、啊、嗱，你话喂，平静平安就话太多事喺香港啦，而家只能够去笑下，唔系佢哋唔系佢哋唔系唔明啊，佢哋觉得乜都做得啊嘛，横掂都系俾人搞噶啦，我乜都做得啦，冇所谓，系啊，你觉得冇所谓咪得咯，你其他嘢唔好做咯，就系咁简单，其他嗰啲咩世界第一嗰啲唔好谂啦，真系噶，如果你觉得系乜都可以做嘅。你掂个碌蔗啊，乜柒都做得，咪得咯。嗱，你讲就得噶啦。啊，嗱，其实有啲嘢佢哋中意咁做，咪中意咁做咯，冇所谓噶。我要讲就讲咗，你话哦唔系啊，佢系认清技巧啊，佢系冇问题，横掂都唱衰我哋噶啦，我哋好似新疆咁啫嘛。你而家边度系好似新疆咁啊？你自己系都要搞到自己好似新疆咁啫嘛。香港都未去到新疆嗰一步啦，系咪啊？即系咁 Q 样搞我，老老实实，即系你话点解咁多人觉得冇信心？吓、啊，你自己去问下周边嗰啲人，个个都系屌我打份工咋，我理捻得佢啊！而家我唔理个方向啱定错，最紧要照做，最紧要有人有指示，我一听到点样做，人哋叫我点样做，我点样做，我打份工啫。咁撚樣你就自己諗下嚇嗱嗱崔天啲就話呢、這個話題講太多好煩，唔講都得噶，唔講都得嘅，好多嘢可以唔講噶，唔講唔代表唔存在。我講真嘅嚇、啊，你話講嘅都唔明，我唔緊要啊，你唔明咪唔明咯，冇所謂噶，咪中意去聽下啲落幸災樂禍嗰啲嘢咯，冇問題噶，你中意咪去咯，我唔阻你噶。系咪先啊？嗱，其实有得嘢，有啲嘢咧，唔系你话讲好就讲得好嘅，你要做出嚟先得嘅。即系我讲到明噶啦，你嗱、啊，当然呢啲系冇 view 噶啦，冇 like 噶啦。我讲真，有啲嘢系见到觉得好揽唔妥，我先出声啫。你讲咗好多优点吓、啊，世界第一，乜乜七七吓。啊你摆个门面出嚟，你都系做生意嘅。仲有就系、是啊，如果系咁嘅话，即系如果你系做到嘅话，梗系好啦。但系你而家做紧嘅嘢咧，根本咧你就冇办法讲得好嘅。你话唔系啊？我可以讲好佢。我就问你，你哋呢班人，你都认为冇问题嘅，你点样讲好件事佢、啊？你自己谂下，自己谂谂。啊、Jeff Young 就话港泰都系因为问题一直冇解决，仲越嚟越严重。啊、理论上咧就系、是、如果真系越嚟越严重咧，应该咧 view 数嗰度反映到嘅，即系啲人应该会听下睇下呢啲嘢，但系唔系，佢系唔会理嘅而家。因为其实个问题咧，我再讲多样嘢俾大家咧，即系讲呢啲嘢，即系。是想有啲嘢咧就执翻正啲嘅，唔好再乱咁搞啊！但唔系啊，佢哋而家唔系佢哋认为咁样搞系啱嘅，咁样搞系啱嘅话咧，咁就老老实实同大家讲，即系你想香港有运行都好难嘅，你想讲好个香港故事都冇可能，你喺外国讲唔到噶啦，即系好老实讲，人哋问翻你转头咁，你讲乜即系可以讲咩？系咁噶啦，佢哋嗰度啊。唔系啊，佢好自由嘅，仲系开放。你点讲啊？走咗嘅逃犯，好啦，跟住屋企人就俾人狂问嘅，仲要上晒报纸、上晒电视嘅，吓、啊、嗱，即系如果你现实同期望落差太大，香港更大镬。S L 讲咁，梗系啦，咁绝对系噶，啊嗱。有啲好得意嘅嘢，
即是这个林巴巴就个逻辑好得意的。你杀了个人有没有走路都好，点都会请你身边的人回来协助调查的啦，有没有这么大件事，难道拉了就不协助调查。现在讲的呢这件事呢就已经即是很明显的，他做过的事呢就有了证据，他是走了路的那个人，你是通缉他。有什么好调查，有什么好调查，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好调查，你的调查对象是哪一个，你问其实人家问你你都答不到啦，啱唔啱啊，你同仲用同样嘅杀人比较，呢啲即係人即係人哋听到啊，即係呢啲叫人唔笑狗都吠啊，你明唔明啊，吓嗱咁 Jeff Young 就话杀人犯周街走咪自由啦，嗱咁我冇咁样讲，我冇咁样讲吓，即係你自己要睇下呢个个问题呢，就係、你係要尽量尝试去解决呢个问题，而唔系咧令到个问题咧就更加难处理嘅。你解决一个问题，我冇啊，系啊，我系解决一个问题啊，因为许志峰啊嘛，佢走咗佬啊嘛，咁、我要解决呢个问题，我就不断请佢屋企人翻嚟调查啊，罗冠聪嗰啲都系，嗰八条友不断请佢屋企人翻嚟调查。你唔系冇代价噶嘛呢啲嘢。呢啲嘢全部都有代价，你做每一个动作你系有代价嘅。你个代价唔系做呢啲嘢嘅人付出，个事实就系你做呢啲嘢嘅人，佢唔会，佢而家就系唔 Q 理其他嘢，佢就继续做。你俾咗个方向佢啊嘛，其实个问题就系而家定咗个方向就系咁，你不断做咁，咪向前冲咯。其实香港人最叻就系呢一样嘢噶啦，你定咗个方向，我不断向前冲，跟住你个方向去做，我不断向前冲。所以香港才是一个国际大都会。好了，当你定了个方向是说喂那八条友一定要，即是要起码就算捉不到他我都要告诉人我是要搞救他的。那就跟你做到现在这么核突。你觉得没问题嘛、你觉得没问题嘛，那就没问题咯、你。我觉得很简单，你觉得没问题，但是即是事实上到你受影响的时候呢，你觉得有问题呢已经太迟了。即是我讲句真话，你有几人叫我转话题不用转了，我不想讲了，以后都不用讲。是不是，拜拜，后会有期。